主啊，这时候欢迎你的圣灵来充满在这里。哦，耶稣，我们欢迎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来触摸我们的心。哈利路亚，来触摸我们的心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眼目，因为今天我们要来赞扬你，我们要来赞扬你的荣美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Amen。奉耶稣的名祷告 ，Amen。Amen。Amen。今天早上我们的会前祷告，我们会有三个主题祷告。那我想说鼓励大家，今天呢其实是在犹太人的这个日历里面是一个赎罪日，是第七个月的第十天，是 Day of Atonement，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。所以鼓励大家在家里的时候，在神的面前有一种的禁食，不一定是禁食，你可以是禁手机、禁媒体，在神的面前来求神来光照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赎罪日的一天，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洗净我们的罪恶，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。那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再次交在神的手中，求神带领我们一起来为教会来守望，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。 Amen。 Amen。 来，我们请卫平来带我们。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中间说到，他说：“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”所以我今天就想请大家来祷告，我们真的就是要来真正的认识耶稣。所以认识耶稣有三个层面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们真的要承认耶稣是神，就像彼得他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这边讲了，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个在承认了耶稣是神之后，我们要来顺服神的计划，就像他耶稣对门徒说的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那这个在理智上面的认识的层面之后呢，我们要来渴慕来经历神，就像在十七章这边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，因为他们经历到耶稣的同在。所以我渴望在我们的教会中间，我们的众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能够来认识耶稣，就是要认识耶稣是基督，顺服耶稣的计划，经历耶稣的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祷告，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。好，我们先把这几段圣经从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开始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西门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同声开始祷告，不管你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或者是在家里，在你的电视机前面，我们都邀请你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祷告我们自己更加来认识耶稣，经历他的同在。我们一起来开声祷告，之后我们就简短的每个人来赞美神和祷告神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要来经历你，要来顺服在你的计划里，我们要来跟从你。经历你的同在，
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把永生赐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Amen。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说主，我们要来认识你，主啊，因为认识你的就是永生。Amen。 就有永生。 Amen。 Amen。 主啊，在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 Amen。 Amen。 主啊，你是那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。Amen。 主啊，你是让我们真是得见那真理的神。 Amen。 Amen。 主啊，我们要竭力来认识你，因为我们要跟你的永生有份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活在你的同在当中。阿们。是的，我们要来顺服你的计划。阿们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用要为永生来劳力。哈利路亚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我们要来等待主啊，等待你再来的日子。阿们。但是的，在你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还跟从谁呢？是的，主啊，所以我们要来跟从你，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你。但是的，我们的十字架虽然很沉重，就是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患难和艰难，但是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来仰望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来尝尝十字架，你十字架上的爱。Amen。 好，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你的爱。阿门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亏欠了你，但是主啊，你没有撇弃我们。阿门。主啊，你是那让我们得永生的神。阿门。当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你知道我们自己靠着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所以你就让我们真的是来个全新的依靠你。Amen。 所以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Amen。 主啊，在这里可以有恩惠，主啊，有随时的帮助。Amen。 让我们单单定睛仰望你，知道你的旨意如何。 Amen。 让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借着我们的祷告，借着我们你的话语，借着我们在服事当中彼此的爱来经历你。 Amen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天天经历你。主，我们说你是我们的主。Amen。 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所说所做一切都按照你的旨意。Amen。 主啊，你是可经历的，我们每一天寻求你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你。 Amen。 Amen。我们要说我们认识你不仅仅是那种表面上面的认识，我们要来真的就是来 intimately 亲密的来认识你。 Amen。 是的，透过你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真认识你。 Amen。 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的来亲近你。 Amen。 天天与你来连接。 Amen。 Alleluia。 是的，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 Amen。摩西在大概三十多个世纪以前跟以色列的百姓说的这段话，记载在《生命记》里面，到如今依然适用。摩西在去世之前，他可谓呼天抢地，把生死祸福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他要说的就是，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一起来念《生命记》这几段话。来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 Amen。 Amen。到如今我觉得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依然做这样的事情，那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民族。然而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得救以后，我们是不是也真正的来遵循神的律例典章呢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其实跟三千多年前是一样的，当我们背离了神的话，没把神的话作为我们心思意念的根基，我们信仰的根基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一个没有城墙的城一样，什么样的思想什么样的潮流都可以进来任意的偷窃毁坏
掳掠，这也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特别要为我们自己来祷告，让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把耶和华神当作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是不是真正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不是把我们下一代就交给这个后现代的媒体，交给这个后现代的自媒体，让一切的思潮来充斥他们，让他们无所适从呢？我们今天回到圣经的话里面来问我们自己，也让我们能够采取行动。我们看我们下面的祷告的事项，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要更多的爱神来侍奉他，我们要尽力来侍奉他，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应该自己以身作则，特别是做弟兄的，做家庭的头的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一个美良好的一个环境，让他们能够来学习神的话语，能够经历神话语的真实，好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，而且能够影响这时代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开声的祷告，特别是为做弟兄的，特别是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。神，这个时候是神要兴起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，我们也奉你的名，真的是为我们的家庭来向你祷告。话语亘古，永不改变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主啊，你要在这个世代，要兴起你的百姓，主啊，与这个仇敌来征战。主啊，我们要用你的话语来与来仇敌来征战。若不是这样，我们早就失败了，主啊。不管我们自己失败，我们的下一代也已经失败。主啊，我们就是盼望你，主啊，来兴起我们每一位，特别是做弟兄的，主啊，让我们那个兴起，让我们能够以身作则。那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能够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，那我们能够常常来讨论，来谈论你给我们的教训，是吧？一切的律例典章，一切耶稣的教训和使徒们的教训，都记在圣经的里面，是吧？让我们跟孩子们一起来谈论，是吧？一起来赞美你，好，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时代不被这一切的思潮所左右，让他们是清楚明白的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谎言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主啊，你要必得着这一代，来在这个世代做你明光照耀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Amen, 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说我们要殷勤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。Amen, 我们要殷勤的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关于你的话。Amen, 主啊，是的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Amen, 主啊，你的话语我们都要记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们也要殷勤教训教育我们的儿女。Amen, 行出你的话语来。Amen, 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真的是要带到你的面前来，主啊，让他们不在这个背离的世代真的是走向社会，而是面对你，主啊，让他们真的是定睛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让他们能够在你的道路上真的是更多的来追求你。阿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来爱你，让我们真正的说我们已经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，我们愿意来更多的来服侍你。阿们。是的，我们要尽心，我们要尽心，我们要尽意来爱主你我们的神。阿们。主啊，
要是的，让我们来爱你，主要是的，让我们来更多的爱你，让我们全家都来爱你。Amen， 因为你是配得的那一位，主啊，你是独一的主。Amen， 主要是的，你配得我们所有的爱戴。Amen。真的主，你是我们独一的主，我们要听你的声音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立志遵行你的旨意。主啊，你的爱长阔高深，你的爱随时与我们同在。阿门。你的爱也与我们的孩子同在。阿门。让我们的孩子每天都能够来经历到你的爱，你话语的真实。主啊，因为我们与我们的一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。阿门。是的主，我们不侍奉别的，我们只侍奉你独一的真神。阿们。是的，我们和我的全家都要来侍奉耶和华。阿们。主啊，若是我们不侍奉你，我们就是在侍奉这个世界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所以我们说你才是我们的主。阿们。我们要单单向你跪拜。阿们。要单单仰望你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主啊，我们要来爱你。主啊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万膝都要来跪拜你，主啊，万口都要称你为王。阿门。哦，是的，我们要单单来敬拜你，主啊，真的就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夺回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的眼目从游戏、从这个世界上面、从这个电子产品上面转回，让他们的心再一次的归向你。阿门。主啊，特别为弟兄们来祷告，主啊，兴起我们的弟兄，在你所设立的家庭里面担当你这个属灵的头，让我们能够来与仇敌来征战，来夺回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下一代，夺回我们的家庭，归在你的国中。哈利路亚。我们说我们教会每一个姐妹的弟兄们都要信耶稣，每一个弟兄们都要火热快跑跟随主。阿们。让你设立弟兄为家庭的头，他要带领我们的弟兄，对，带领他的全家一起来侍奉你。Amen。 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，我们来为我们自己，也来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，让我们全心全力来爱主。好吧，我们同声的来开口，来向神来呼求。主啊，我们全家都要爱你，主啊，全家都要爱你，主，我们不要爱钱财，主，我们不要爱地位，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工作，主，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的娱乐，主，我们说唯有你单单配得我们所有的爱戴，主，我们一个心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你，主，我们要全心，我们要全意，我们要全人来爱你，在生命里面调养出了一个无尽的爱，主，在我们里面的爱的泉源喷涌出来，主，让我们里面的爱的潜能被激发出来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爱的能力在我们里面。让我们这时候也同声的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让我们以身作则，带领我们全家一起的来爱主。我们一起开口来请。我们不要保持现状，最后我们要更多，最后我们要更多的爱你，最后我们要更多的爱你。第三个祷告事项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，求神来建造，求神来兴起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来一起来念约翰福音7:16-18，还有24节。好，来请。耶稣说：“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
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。人凭着自己说，是求自己的荣耀，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，这人是真的，在他心里没有不义。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，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。Amen, Amen. 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候在处了，在这个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些宗教领袖没有办法认识，没有办法接受，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面，神的话这个安息日跟这个疫病还有这些事情，他没有办法连在一起，因为很多自己的这个先入为主，很多自己的想法，很多自己的经历卡在了那里。所以我们要来祷告，让我们像耶稣一样，我们可以不按外貌来看人，不按外貌来做决定，让我们用神的眼光，用神的公平。这里耶稣特别的说到，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。所以我们为教会的领袖们来祷告，无论是今年的，是明年的，求神帮助我们教会的领袖能够来用神的教导来教导我们，让神的领袖可以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不但只是口说，让我们每一个领袖生活里面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这是我们的立志，这是我们的标杆。因为当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明白从神而来的教训，而且让我们的领袖可以来寻求，来追寻神的荣耀，不是人的荣耀，是神的荣耀，然后按公平公义做抉择。让我们不凭自己说话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不按外貌断定是非。还有我们要来为我们在这个年底我们要来选 BOD 的这个理事三个成员在我们当中，所以求神来兴起，求神来建造。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，来请。主啊，我们为了我们的教会的领袖来祷告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很多领袖都是在被建造的过程，所以主啊，我们不批评，我们不论断，我们不用手指头来指指点点，我们用祷告来握住我们教会的领袖。主啊，我们用祷告让这个 in the process 被建造起的领袖能够成功的进到他们的命定里面。主啊，所以我们祷告，求你让那个心智坐在他们里面，坐在每一个的领袖心中，他们要立定心智来遵守你的旨意，做他们要立定心智来跟随你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在凡事上寻求你的荣耀，主啊，寻求你被高举，寻求你的旨意来成全。主啊，放下所有自己的想法，放下所有自己的过去，放下所有自己的失败，放下所有自己的喜好，单单的来寻求你的旨意，你的安，你的荣耀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来为我们的教会领袖祷告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的教会的领袖，要兴起成为那遵行神旨意的领袖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拣选这样的领袖，也来建造他们。阿门。主啊，我们的领袖每一个都需要你，主啊，我们都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阿门。主啊，每一个领袖都是你所安立的，主啊，是你所拣选的，愿他们真的立志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荣耀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主啊，求你将你的旨意赐予他们。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求主你保守我们教会的所有的这一些执政的，主啊，让他们真的是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头，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主啊，你要赐下你真的是你让荣耀的见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阿门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一些执事，让他们真的是听从你的话语，主啊，立行主耶稣你的道，主啊，用你的旨意真的是来定他们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阿门。是的，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主啊，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领袖在我们做的事情当中，虽然我们真的是做出来很大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Amen. 是的，我们教会的领袖每一个都要全心的寻求你的荣耀。主啊，让我们寻求你的荣耀，也愿意摆上自己，主啊，来被你来使用，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阿门。我们相信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你在我们里面，那是凡事都能的主。阿门。主啊，你在这个我们的教会中间设立领袖，你说我们是一个仆人的领袖，我们是要为人洗脚的领袖。主啊，我们真的就是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主啊，放下我们自己，谦卑为人洗脚。阿门。
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要放下自己，要谦卑的主啊来服侍周围的人。阿门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位得到你呼召的能够顺服你的命令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，主啊，恭敬不如从命。主啊，你就来感召我们所有的领袖，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愿意更多的来摆上来服侍你。阿们。主啊，求主你兴起更多的人起来，起来建造你荣耀的教会。阿们。主啊，是的，所以求你在我们当中，你来呼召，主啊，你来选，你来提名。主啊，明年的这个理事，我们的 BOD 交在你手中，求你亲自的来清点他们的三个。阿们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主你真是来带领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你真是将那名字，主啊，让将每一个人的心里面，主啊，若我们有感动的，我们就是要起来服事。主啊，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每个人都来服事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为人来服事，为主你来服事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成为一个真的是往前扩张、左右扩张的一个教会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领袖，主啊，都是主你所命定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让我们知道说，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。我们每一个儿女都要兴起，我们每一个平信徒，我们不要待在那个平信徒的地位，我们要兴起来侍奉你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吧，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，为今天的主日崇拜来向主来开口祷告，求神的同在领到我们当中，求神的同在领到每一个直播的家中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现在我们就祷告，求神的同在，求神的同在。同声的来为到我们今天的敬拜来祷告，让我们全心的向主来歌唱，让神的名字在我们当中被高举。我们一起开口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要敬拜你，我们要敬拜你，主啊，你来高举我们的战船，主啊，你来高举我们的乐声，我们的歌声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歌唱的时候，主啊，就春风得你。今天的讲言来为魏平来祷告，让他口中释放出神的话，能够让人心苏醒，让人的灵魂苏醒，让得有病的也得医治。求神的话语畅通无阻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啊，把今天讲的交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把魏平带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你来高抹你的子女，主啊，来高抹你的子女，主啊，让他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，主啊，得你的宝座，主啊，没有拦阻的领导百姓，主啊，领导你的百姓，主啊，听见。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一起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主，你来到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你来使用我们的幕后的同工，哈利路亚，你来使用我们的幕后的同工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保守，你同在领导，主啊，让我们所做的，主啊，尽都顺利，能够让今天的聚会毫无拦阻。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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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的最后，我们用十字的，我们来呼喊说：哈利路亚，耶稣我爱你，阿门，阿门。好，来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我爱你，阿门。